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这一次曼谷的演唱会是一个起点，而不是一个终点。很高兴能够今天在吉隆坡见到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的见面会。我很感谢张哲瀚的这出戏有你们的参演。我们不仅仅是粉丝，不仅仅是歌迷，也是伙伴，也是战友。希望在下一个城市还能看到你们，我们下个城市见。